我问你，你现在到班上去，到年尾打他的品行，你们是甲乙丙丁还是 A B C 啊？啊 ？A B C 是不是？你怎么样决定 A 啊？啊？怎么决定 A？ 怎么决定 A？好的好的，啊，不能确定的，还是有分几个项目，啊，这个学习态度28天给你15，你怎么确定呢？15，这个是靠观察的，不能靠什么，靠纸笔测验来确定的，所以说有的。只能够评价，不能准确的推演出来。这边有美术老师吗？有几个？几个？我好几个啊、哦。有没有体育老师？有啊。好。有没有地理老师？有啊，也有两个。我问你，你怎么样打地图？怎么样打美术？画画？只能决定学生的体育动作，只能决定美术呢？我看着有点喜欢呢，就是，或者他是我的派系，他是印象派的，啊，这个是野兽派的，那只能打扮这个，啊？你说符合标准，你的标准是什么？这些这样的东西啊，只能够比较，怎么比较？所以我们说，现在我们通常不叫考试 ，examination， 是这样吗？啊，不是答案，我们叫什么？啊 ，evaluation。Evaluation 是 value 一下，给他评价一下啊。那你知道 SRP 什么意思吗？ Review Vanilla 啊 啊